南投国姓乡的南港社区，为着要行销在地洛阳相关的产业，每一年拢会推出着水落仔的花灯来参展着南投灯会。今年灯会结束在撤离作品的时阵，竟然发现有一座港的落花灯无去了，已经几啊天啊也找无。社区决定要收奖金，那是找到花灯者，要送十两的洛阳，表示感谢。南港社区民众把水螺花灯杀出来，看电了后，就随变作一只真水的水螺啊！即马收档的水螺花灯，初步检查是无损害，不过伫咧灯会现场，人气上旺的迄只水螺花灯，煞伫咧展览的时无去。哦，啊，那也较奇怪，阮的螺啊是有家己会走去，啊是讲吼，啊有人刻意讲要砍伊厂。社区经过讨论了后，若是到三工找到这座花灯的人，得送十两的洛阳给水都社。怎么会被偷不见？到底偷回去要放哪里？这都是想不透的事情。南投县政府社会劳动处讲，会进来到三工找这只胖根花灯，同时卖伫咧灯会检讨会内底提出加强监视系统和恢复管理的部分，希望未来参加灯会的花灯，拢会当好好行动一号参加展览的灯会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